所以不唱了，不唱了，要回家了。我挑后面两首歌唱。歌手多好赚啊！这样好了啦，我们让他唱慢一点。那这时候呢，麻烦你们的手举起来，帮忙挥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手举起来。喜欢朱丽静的来挥挥手，谢谢。后面呢？我们一直知道你们都在。手现在有举起来的，等一下都要大声唱。然后他大概就会丢下来哦，所以来手举高，我看一下。没有拿到荧光棒的有哪些人啊？我拿好了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来玩海带拳哈、哦，一二三。海带，海带，海带。这么多人有点难玩、哦。举起手。这边真的有点难啊。这边还有蛮多那个荧光棒，你待会儿就。来，我们现在手在哪里？好。可以吗？是好，他们很好控制的，这个就可以，这个就可以控制他们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来你自己说，来，听我唱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你看、哦，这时候你带着朱丽静下去丢好了。我觉得有这一把，感觉就是万能无敌的感觉。是，只要在外户外的舞台有这一把，你的心就安定了。是不是？是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是。接下来这首歌我是快忘记歌名，叫做《What's Up》。What's Up？ 我们欢迎朱丽静。欢迎。这首歌是替你准备的，所以你大声唱好不好？你可能不见得知道。歌名，可是你听到旋律，你一定会唱。双手先借给我，好多好多，来不要先丢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先一起唱，一起一遍歌之后，我们再来丢，好不好？但是手举得高的，唱得大声的先丢。会是哪一边呢？
几啊？礼拜六。礼拜六，明天不用上班。不要。这样子，但我明天要上班呢。开玩笑的，大家还没有唱完，所以还会站在这边啊。我是不会轻轻易易的随便唱一下就走了，因为我本人很爱唱歌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看过超级偶像吗？有看过我吗？有人说没有，那太好了，因为今天我来让你看了。你知道电视机？哎，看过电视里面的我的，举一下手。好的。电视里面是比较胖。不会。没有，你们。那你们家的电视比较好？我们家的电视看起来，电视里面人都会变胖，所以还是看本人比较好啦。好，等一下再来唱一首歌。